打得慢一点。30，如果觉得不是很，就是说感觉不太强的话，我可以往上跳，因为能量越高的效果越好。你跳吧。嗯。这快速你可以点一下这里哦，点一下这个能量那里，然后快速调节，在这里调吧。现在是50。对。冰柱10。30秒会调按会停一下，让水平按下就好。现在感觉到热了，嗯，然后对，有热就对，那个温热。有些人的话，他可能就说，可以承受到100或者120，然后有些人可能就只是承受到60-70啊这样的，他每个人承受都不一样。然后如果说你觉得，感觉还是可以往上加的，让我加吧，我怎么不得往上满盘的？可以加是吧？80现在。现在能量是80，冰是10。感觉强点没有？嗯。你觉得能量还能往上加吗？不能加，不用了。如果说我觉得太阳，你又跟我说，然后我就移快一点，调低一点也可以。对。